色是台中的后花园，这里有许多浪漫的餐厅、美丽的景点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挑选了两个最经典的约会圣地，保证是女孩们一定会喜欢的行程，有没有很期待啊？那就赶快跟着我一起到户外踏青吧。要说女孩儿的梦想旅行，应该少不了漫步在欧洲，体验那种异国风情的气氛。今天不用出国，尤莉带大家到新设地标式的景点，从踏入庄园的那一刻起，处处将会是令人惊艳的景致。相机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go！ 这里是尼加拉瓜瀑布的缩小版，哈哈，很可爱吧？这个瀑布加上喷泉，太美丽了！眼前这弥漫的雾气，更增添浪漫的意境。接下来还有更美的景点等着我们呢！哇，有一个罗马式的拱门，还有喷泉呢！不说，我以为我现在欧洲露营呢。这里好像中古世纪的皇宫贵族的宫殿，像这种漂亮的花园，最适合像我这种可爱的女孩啦。作为921大地震的灾区，为了抚平伤口，台中清澈区的山边在震后筑起了欧式古堡庄园。整个庄园由酒庄、罗马拱柱、喷泉和古堡等几大建筑构成，其中碧绿色的湖水顺应地形贯穿全区，和叠层的山峦呼应，这些建筑壮观却不显得突兀。一进来就会觉得好像仙境一样，哎呀，真的是很美啊！古堡特色，还有一进来可以看到的，就是它的瀑布的地方，很好照相，然后古堡里面也有很值得可以参观的地方。在这里很像童话故事里的城堡，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风景。这里是拍婚纱的热门景点，因为这里啊其实非常好取景，所以就连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把照片拍得美美的。其中我身后这座古堡更是要拍照留念啦，我们来摆个 pose 吧，一、二、三。看我青春洋溢的身影，是不是很适合这座华丽的庄园？这里的建筑很特别，以原石原木堆砌而成，仔细一看，每块墙砖大小都不尽相同，构成粗犷又坚固的气势。而作为餐厅的六角厅，更以古老石搭建六边石柱，看起来更有不同层次的美感。尤莉推荐这个可以观赏全区的地点，就是六角亭的二楼露台。从这里啊，可以看到整个园区的样貌，还有湖畔哦。哇，这里好像一个风景画哟。喜欢自然的人来这里也可以满足。城堡的四周种了各种季节性树木，枫树、落雨松、银杏等，不同的季节会染上不同的颜色。走在步道上，像是进行了一趟森林芬多精之旅。哇，我好喜欢在这里散步的感觉哟！园区中很少有水泥或柏油路，哎，大部分都是由小石子或砖石铺成的，好像整个花园会呼吸一样。这里的每一处设计都与大自然有着巧妙的连接，花园中各种花朵争奇斗艳，呈现粗犷与别致并存的美感。难怪来这里的游客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最美的样子，为的就是在这里留下难忘的身影。而接下来是我也很期待的行程，我们要去台中最浪漫的紫色森林住一晚，见证两个女孩实现梦想的奇迹。离开壮观的古堡，接下来我们来去新社住一晚。我们沿着弯曲的产业道路往上走，摸约20分钟后转个弯，映入眼帘的是原生树林中的木屋聚落。哇，这里有好多蝴蝶呀！这里是以香草和森林作为主题的园区，有很多女孩喜欢的元素哦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走马看花，而是安排了2天1夜的3G生活，听说内容很有深度哦。我们赶快去找今天招待我们的森林主人吧。一踏入森林园区，就可以看到一座典雅的小木屋。这里的环境相当清幽，各种植物生气蓬勃。今天制作团队特别以森林密友的身份出席，迎接我们的将是各种丰富的山中体验。嗨，尤莉。
哎，有一个小熊哎，你就是这边的小主人吗？是你在叫我吗？好可爱哟、哦。不是啦，是我在叫你。哦，原来是你呀、啊。是啊，我才是这里的小主人，我叫做赛门。你好。对。那这是我们的银金小熊，好可爱，它叫做轻松小熊。轻松小熊，难怪看起来都睡眼惺忪的样子。对啊，看了就会让人一种放松的感觉。嗯，我们也希望客人呢能够带着一个愉快的心、放松的心情来到我们的店里面哈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叫我们往上走到我们的晋升仪式。晋升仪式。我们还有晋升仪式啊？对啊，这么神秘，我们赶快跟过去看。这里的花园整理得整齐缤纷，不时还有小熊玩偶等可爱的布置，看得我心花怒放。跟着小主人走一小段步道后，我们看到一个被树木围绕的露天看台。当然就是呢，按着这个红色的按钮，按个十秒钟。按个十秒钟。对。啊、哦，有没有味道？喷露水，好香哦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个是薰衣草的味道。难怪说这里有很多女孩喜欢的元素。嗯，这样被喷完之后，我觉得香喷喷的，一整天心情一定都会非常好。对，没有错，因为薰衣草的话呢，它也有带有祈福的意义在里面，所以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祝福。换上一身香草味，尤莉好像也更融入这个森林。而在园区中，不时都会看到两个女孩的标志。小主人 Simon 也开始讲起这个森林的故事。所以这里这个就是薰衣草啊？这个不是薰衣草，因为呢，薰衣草呢，它喜欢的气候呢是喜欢天气寒冷、日照充足、雨水少，所以在台湾的话呢是冬天比较适合。你会看到一片紫色的，所以我们夏天就会请鼠尾草来代班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带你去王妈妈香草园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香草。好，妈妈是地主的老婆，那她在这边的话呢，种了很多的香草。那呢，其中的话呢，这个香味是最香的，它叫做芳香万寿菊。芳香万寿菊。对，大部分的香草都是你要可能去搓摸它才会闻到味道，但是这个的香度是你只要手一回，闻起来像什么味道？甜甜的感觉。像不像百香果的味道？对。所以说呢，它其实跟其他的香草植物的话呢，都还蛮搭的。所以我们都会泡茶给客人喝，用这个植物就会比较有那种清香味。对对对对对。整个园区走下来，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结合了一群人的梦想。它有一个帮助实现梦想的团队，还帮王妈妈开辟了梦想香草园。等一下，尤莉也要去当个一日园丁。香草花园不大，种植着各种各样的香草，有马鞭草、鼠尾草，还有各种尤莉没有见过的植物，各种香花竞相争放，香气宜人。那尤莉想要当一日园丁嘛？对，我要当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教你做扦插。要扦插之前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植物哪一段比较健康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段吧。中间这一段，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方剪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扦插了。好，你拿着。我拿着，我要去扦插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你剪的是芳香万寿菊。嗯。那我现在帮你，我剪的是呢齿叶薰衣草。那呢，我们就是四个节点以上的，我们就不要了。从这里开始算吗？三四，我多留一个好了，我们从这边剪掉。我直接剪这边。对，直接把它剪掉。好，剪掉喽。把下面的这个都先不要剪。对，我们先把下面的剪掉。好，我们就慢慢把它修掉。剪掉。你是剪？节点的地方，就是叶子。直接剪这边。对对对，直接把它剪掉。直接剪，所以说我们会把它剪对半。这样还算太多。对。哎，所以我得要从这里开始剪对半。可以，就这个剪掉，然后这个剪掉。那呢，我们使用的土的话呢是培养土。嗯，因为刚剪下来的植物的话呢，它呢，因为呢它刚离开它自己的母株，所以说它比较容易感染。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戳洞。用手吗？是用手，我们把它中间戳一个洞。好，戳一个洞之后的话呢，就把我们刚刚扦插的植栽呢插进去，插完之后的话，把它补平，轻轻压一下，让它固定。好，那
压完的话，我们的扦插就完成了。哦，这样就算扦插完成了吗？对。哦。但是呢，扦插完以后，我们还要照顾它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开始要先把它浇一点水。扦插完成。经过这一系列的体验之后，就是对自己摘回来的香草也会有比较感情，然后之后在就是在栽种上面也会更用心去呵护它。香草花园后方的白色小屋，就是我们团队今晚要留宿的地点。穿过香花，走进室内，一楼仿佛小型的香草博物馆，除了陈列的香草金庸，还有梦想中的香草家居。这个秘密小木门推开后，原木暖色调的居家空间映入眼前，这里就是小主人的家，而我们今晚将接受热情款待。哇，这里感觉好温馨，好漂亮的感觉啊。对啊，因为呢我们希望呢营造一个就像是你我居家的一个环境一样。那因为我们认为呢，房间是休息的地方，而客厅呢才是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一个场所。哦，所以这里可以让人家有一个放松发呆的空间呢。好，我决定了，今天晚上这里跟那里都是我的专属空间。楼梯走上来，我们来进去看看房间什么样子。哇，这房间给人的感觉好明亮哦，是走简单干净的风格。啊，这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没有电视机，太棒了！这样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睡上一觉。住在香草园中的小木屋，空气中有香草的清香，淡雅舒适的空间，好适合带几本书在这里专心阅读。还有这个山河院的住宿空间，大片落地窗可以恣意的享受森林，没有电视传来的喧嚣，静下心来聆听虫鸣鸟叫，可以好好独享整夜的香草芬芳。肚子好像有一点饿了耶，我们趁天还没有黑之前赶快去用餐吧。今天晚餐的地点是在森林咖啡馆中，这座小木屋依地形起伏而建，半开放式的用餐空间中带有一丝行舍山区的微凉气温，在青山绿意环绕下享用一顿香草大餐是今晚最棒的事情。今天主厨要特别来帮我们介绍这里的特色餐点。好，我先来介绍，这是我们的香草烤饭鸡。好，清爽的前菜是鲜脆的生菜，加上鸡肉片，淋上提鱼酱汁，让人胃口大开。它的制作方法就是很简单，加了很多的香草卤过之后，然后再经过烤。我们卤的作用是希望说这个鸡不会太柴，对，然后再经过烤，然后表皮会酥酥的，然后吃起来会有鲜嫩多汁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。你们的摆盘也好漂亮，很多元很丰富，跟这里的环境的感觉好搭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特别使用就是生菜的部分，对，然后加上一点巴沙米可醋，对，所以它有点酸酸的味道，然后符合夏天的感觉，嗯，比较清凉。对。提着这个篮子要做什么吗？这里吃早餐的方式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哦。等一下，我要提着这个餐盒到外面用餐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这完全就是少女的梦幻早餐呢。我来试试看这个汉堡的味道如何。它的早餐里面呢有加苹果、葱蒜还有番茄，早餐吃起来很清爽哎。一大早就不会感觉很油腻的味道，很好吃哦。早晨的森林相当美好，没有其他游客，只有住客独享的静谧之美。用餐后，小主人带我们登上园区的最高点，满山的台湾原生树林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哇，这里的视野好好哦。可是啊，我刚才听萨门说，这里以前是一片槟榔园呢。后来团队开始在这里种树，等这些台湾原生树种长成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像现在一片树海哦，可以说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的概念。嗯，这里的视野真的很漂亮。哎，对了，还有这个许愿卡，我这里也有一张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可以把梦想写上去，然后就挂在这个树上。
小径走进一处秘密基地，原来这是团队为了实现山中自给自足的理念特别开辟的小菜园，今天刚好有举办自然农法体验呢。哎，有旋转木马，哈喽各位，你们好。哇，你看这些都是自然农房的菜园哦，在这么漂亮的山里面还有旋转木马，好梦幻哦。等一下游历一定要亲自坐上去旋转木马。公主请借我你的手亲一下。公主请问你满意今天的行程吗？满意。满意啊，好害羞，真是漂亮。跟我的民众打个招呼。 Hello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在一亩田当中学习的叫做秀明自然农法。秀明自然农法，秀明两个字呢主要是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自然农法会有一点区别。第一个是不用农药，第二个是不用肥料，第三个是自家采种。这假装聊天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一堆是什么，枯草吗？哦，这个不是枯草，这个是草叶堆肥，我们用比较天然的方式来制造肥料。所以这个会有落叶的那种清香的味道。哎，原来小小农园里有大学问，没有农药和肥料，用友善的方式种植作物也能回归自然，像是攀爬在土地上的地瓜叶，生命力强劲，很自然健康的成长。在吃饭之前的话呢，我们要做一些劳动。劳动？嘿，你知道吗，农夫呢在中午吃饭之前都要先做劳动嘛。好。嗯，好，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哦。没问题。哎，这个就是要翻土的工具吗？对，一般我们在外面看到翻土的工具是不是都是用锄头？对啊，我以为是那个细细长长的。对，但是呢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特殊设计的一个工具。嗯，看我的，我现在试试看这个重量。哦，真的很重。哎，是你擦得太用力吗？哇，好，脚踩上去。对，前后翻。哎呦，对，踩紧一点，踩紧一点。对，往下压一点，然后再翻，压再翻。嘿，这样子有算吗？有，再下来一点点，下来，把它再翻松一点。要翻到这么下面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来下一段。这个我都要瘦一圈了。所以当农夫很辛苦哦。真的好辛苦，还要在大太阳底下做这些劳动，踩下去。那些基础的知识就是原本当然都不知道，就是听了之后就学这些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就还更能体会那种农夫耕作的辛苦，所以之后在吃他们栽种的一些蔬菜什么之类的话，就会更用心，而且想说不能浪费。讲解一下萤火虫的生态，然后它的一些生长过程，就会同时在玩的又可以得到一些知识。我觉得这对想要来这里放松的人是额外的一种小回馈。在整个山居体验中，游历最期待的就是在这个漂亮的餐桌上享用一顿大自然午餐。你看这里有好多蔬果，看这个番茄水嫩嫩的，我好想要咬它一口。不行不行，忍耐忍耐。这里的大地餐厅很特别，餐桌上布置了各种蔬果，餐车上的食材像是长在森林般新鲜可口，树林过滤下了点点日光，让整个空间生机勃勃。我是大地厨房小助手，今天的我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采集新鲜的菇菇，把这个篮子装满，就任务完成了哦。啊，好香哦，看这些菇菇这么可爱，我要把它轻轻的摘下来啊。说到香菇，这可是新社的特产哦。第一道炒香菇，简单的料理就美味，大家在一起动手做料理，好有趣。在这里享用一顿午餐是非常的享受，听着主厨一边讲述着阿嬷蛋汤的故事，一边煎着厚软蓬松的葱花蛋，冲上热汤后油香四溢，简单的料理充满浓浓的情感，在森林中的大地餐桌美好又朴实。还有在地的蔬果沙拉，自己夹上喜欢的蔬果，再淋上酱汁就完成咯。鸡肉和猪肉混合而成的肉排，看起来就好美味。哇，好香哦。用西餐厅的规格端上中台湾的传统味道，每道料理都吃得到真心诚意，像是色彩缤纷的沙拉，有山中野菜的活力，简单的地瓜面线拌入具有台湾味的茶籽油香，呈现的是香草的味道。原来用餐也可以美丽与朴实兼具。哦，山中还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小木屋，哎，
仔细发现，你会发现它没有门也没有窗户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为自己磨一杯咖啡。好，那因为磨一杯咖啡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，也要花一点时间。那这段时间的话呢，你在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好好想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。那待会冲出来的话呢，就是你一杯属于你自己的梦想的咖啡。我的梦想咖啡，对，听起来一定会特别好喝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选杯子。好，那这些杯子的话呢，都是当初呢在盖这栋初中小屋的这些伙伴呢所捐出来的，所以每一个杯子都有不同的意义。不一样的图案。嗯，对，你可以看到这上面都有名字。对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。那我会建议你选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开店的第一个咖啡杯。哦，我们所使用的梦想，对，梦想启程的第一个杯子，所以特别有意义。对，好吧，那我就选这个梦想启程第一杯。嗯，我的咖啡好好喝，好香哦。哎，对了 ，Simon， 为什么这个小屋都没有门啊？如果说呢，在大自然里面呢、啊，如果还是像在都市一样，坐在一个屋子里面吹着冷气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没有办法体验大自然。对。所以说呢，像从我们下面的咖啡馆到这后面的这个初中小屋，我们都是设计呢没有门的，而且呢，因为它没有门，没有窗户，是不是？空气，外面的空气就可以进来，甚至于昆虫啊，然后你也可以听得到鸟叫声。哦，所以这个小屋的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游客能够更亲近大自然呢。在这个平静又原始的环境里面，一边喝着自己磨的咖啡，我觉得整个山中的精华都汇集到我身上来了。这座由森林团队手工搭建的小屋，是为了纪念园区草创之时那种一步一脚印徒手开辟园区的信念。小屋与自然没有隔阂，简单的桌椅让旅人沉淀心灵，提醒自己无论走了多远，也别忘了最初的梦想哦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。跟着游历穿越到中古世纪的欧洲，在城堡建筑下留下动人的身影，进入山区中的紫色森林，体验浪漫香花围绕的山居生活。紫色家居让人感觉宾至如归，动手摘菜好身手，大地餐桌上的美食令人难忘。这就是梦想起飞的台中新社。